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汉文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死亡谷国家公园最低的地方，落水之地。对，Badwater。可以看一下海平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海平面在那儿。现在这是海平面下280几feet，对吧？那这一片就是坏水了。恶水是吗？嗯，恶水盆地啊。台阶都被这种盐碱地就是都腐蚀的，都腐蚀的，你看都已经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后背，我现在穿着长袖，我觉得后背都被烤了了，烫胳膊都。因为它也是最热的地方。对，特别最热的地方。对，噱头的国家公园之一。嗯。最大，海拔最低，最热，最干燥。虽然这么热，但是远处的雪山还是有积雪的。夏天还没有。夏天应该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，拜访这个国家公园最好的时候。哎呀，这边就是这个盐碱地，它干了皲裂起来的样子。感觉好像前两天是下雨了。然后踩的这个盐碱地是有一点点湿润的，哇，这个就跟它的那个海报上面，就很相近了，就是这种一块一块的这种皲裂，在远处看就是一片乌压压的灰，近处看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皲裂的一种感觉，一块一块的。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，拍摄角度好吗？非常好啊。那我们走到后半程，这个路就有点不平了，而且异常的坚硬。那我觉得最精华的还是在刚才。对，那后面就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，东西都一样。然后这边其实也不是说这边的皲裂就更好看，这边的皲裂反而还没有刚才那个位置好看。这一条退后半道，没必要哈，太难了。咱们尽可能帮观众们排排雷吧。我们看看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，有没有更好看的景色？皲裂越来越明显了，越往里边这个地越来越干。这两个垒起来的小柱子，是不是就是宇宙的尽头了？还要往里面走吗？它里面有路牌吗？没了，没了吧？对呀、不知道大家走个什么劲啊？走个锤子。你看我们走多远了？哇！我们之前停车的位置在那边。现在。正午，真的是热的不行了，我的天！大家来的时候记得戴个帽子。啊，我天，这晒头皮，哦，晒的头皮疼，我天！哎呀妈，晒的脸疼。哦，真的是，这是我现在这是太阳在这个位置嘛？只有半边脸贴着太阳，这半边脸就是，哦，烫的疼的都不行了，我的天！但是温差是真大。早上啊，对啊，刚才来的时候还是挺凉快的呢。就刚走这个trail的时候，其实也都不是特别热。对对对，还可以穿个那个外套。我的天，现在大家看看我的汗。那些汗已经开始往眼睛里面流了。哎，我的妈耶！那今天的这个 Badwater Trail。我们就走到这里，一共走了三公里多，对吧？一共花了45分钟。我觉得其实后半段完全没有必要继续走下去，因为就是说，我觉得可以直接往前面走一走，走到你能够看到那种特殊的盐碱地貌的时候，在那儿拍拍照就可以了，里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。那么好，这期的节目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